谁呀？大清早的，来啦！早安。不要在这找我了。要么让我们进去，要不跟我回家，自己去。该说的我已经说过了。哎，小宝，哎，又喝酒了，喝醉了吗？我喝死了都跟你没关系。你每次喝醉酒的样子都特别有意思。哇哦，那当然，朋友圈知名酒后表演艺术家。到路过，跟你继续。是你布置的，每天都要夸对方一句的。我好了，这个也是你布置的，每天出门之前都要一个爱的抱抱。我要洗漱，请你离开。可以吃早饭了。说好了，吃早饭。你到底要干嘛？给我女朋友送早餐啊。我们已经分手了，那是你的想法，我可没同意。这件事情还需要征得你的同意吗？恋爱合约的第九条有明确的规定，任何一方都单方面提出分手。那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同意？吃早饭。我把这吃完你就同意啊？慢点吃，吃太快不利于消化。沙漏漏完之前吃完，不能早也不能晚。那这就是最后一块。小宝，你倒是很会教啊你。够不够？不够我再给你做一份。你送小宝去上学吧，我坐公交。自己去。小宝还在呢，给他打个招呼。我送你去上班。你自己去。你也看到了，我的车送小宝去上学了。打车？我不会啊。我帮你打。出
出租车我从来不坐，网约车也不行。那你自己在这站着吧。要干嘛啊？送你去上班还能干嘛？车虽然小了一点，但两个人没问题。贺总，我这车不适合你，你还是去坐你的豪车吧。谁说不适合？没问题。让开。你车我可以的，来，我带你就好。那个，我先走一步。贺总，你要送的话，慢慢送。喂，这车多少钱？我买了。你神经病吧？啊？大姐，这车多少钱？我买了。两万。啊，我转账给你。转账。你这帽子我也要了。哎，帽子送你了。谢谢。行为可以让你开心的话，我以后可以一直都保持。自作多情。来，分开了。就一分钟。秦月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我是不会放手的，不会同意跟你分手。最近这几天你可以住在杨荣卫家里，就当是给自己放一个假。但是早饭跟晚饭必须跟我一起吃。上班下班必须由我来接，另外最重要的一点，每周一次的约会，照常进行。我凭什么听你的？你最好乖乖听我的，要不然会变得很麻烦。你不威胁我是不是？好了，好好去上班，不要胡思乱想。你什么？贺总，我来接您了。好，去吧。好，下班等我来接你啊。来的正好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展开一个全自动电动车的实验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说过，每天要一起吃晚餐。喜欢这样吃，怎么了？你要是不喜欢的话，你就先回去呗。我跟小宝两个人吃。
先吃饭，我去接个电话。我到了，我要去留学了，在那是一年，顺利的话我应该会留在那边定居。你知道的，去德国留学一直都是我的梦想，把你送到林小姐身边是我换取去德国留学资格的条件。这话说得很不合理，你想要出国我可以帮你实现，我还可以带着小宝陪你一起去。不用了，跟你谈恋爱太累了，我不想过这样的生活，我也认为不值得。你是觉得我不值得，还是小宝不值得？是你们不值得，我也不值得为我牺牲那么多。你不是一直都想知道我们分手的理由吗？那我就告诉你，理由就是我对你的爱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。就这样吧，挂了。